要我许愿的话，我想要的礼物就是你。这里啊，都可以啊，好，在这里让他看得到的，对对，可以让他都看得到。认识你之后，我变成了一台照相机，而我的 ISO 不再只是自定义，而是为你定义。这几天你一直问我，今年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？其实我很想跟你说，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。要我许愿的话，我想要的礼物就是你。这支影片记录了我们在一起到现在的生活。你不要怕了。来听一下，哎呦！